我也要让你们记得，今天我要和一位也非常怀念我们永远的好朋友，永远的巨星的一位歌迷粉丝，因为我是啊，那他也是啊。你们要不要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今天我们直播已经开始了。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就是现在。你们看到今天的大来宾了吗？郑怡的这首新歌《记得》揭开了今天的序幕。各位，你们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今天的直播了吗？哎呀，我们直播已经开始了。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到这个亲切的笑容，哦，好开心啊！来来来，我们十指紧扣。哎，十指紧扣。哎，我怎么可以跟你十指紧扣呢？来，各位，欢迎加分姐。欢迎李嘉芬，谢谢，真的谢谢夜光家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好开心，今天我特地邀请嘉芬姐来上节目，因为今天很重要。嗯，今天是8月20号，是我们最爱的凤飞飞凤姐的生日。是，你知道今天是她几岁的名单吗？今天是66岁。66岁，66名单。我觉得，我们在凤姐故事以后啊，我们都会再看到很多关于凤姐的生前的一些、消息啊，或者是报道。然后以前看到一则，就是说她的哥哥请一个算命的帮她批她的命卦，对，然后批她只批到59岁就不批下去，我就看了就很心酸了、觉得就说正直。其实这个是非常，他还是这个是中壮的年纪。我们都一直以为凤姐的歌声可以一路陪着我们，我们都在想说，哎呀，等到他到7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8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因为以他的歌喉来讲，我觉得他可以唱很久很久。他最后的这个演唱会让大家觉得，对，他还可以再唱10年。再唱10年，再唱15年，对，可以一路唱下去。对，可是没有想到他的人生呢，就突然戛然而止，而且是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今天呢，很多朋友呢在一醒过来，然后看到 Google 首页，是 Google 首页是凤姐，是凤姐，是所有人都很惊，哎，这个好像凤姐哦，然后点进去，点进去一看，哇！真的是凤姐，真的是凤姐，对，凤姐的非常 Q、非常可爱的这个图像，对，很简单。这个是 Google 的副总裁今天也出来说，他们主动联络凤飞飞慈善基金会，是。那他们说，他们想要在今年呢，要做这个4月的时候就主动联络了。哦，真的、对对对，是。所以让歌迷很多惊讶耶。对，今天也是一打开，哇，今天一早就有朋友连结过来给我，很惊艳。对对对，他说主动联络了之后呢，然后
跟赵文玲，就是跟文玲，就是 也做了详细的沟通，是是，然后说还要签保密条款，哦，真的，绝对不能泄露，是，就在今天8月20号，是，那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今天8月20号就突然就，哇，一阵惊喜，一阵惊喜，而且这样的 Q 版的图让我们就是心中充满了暖意，然后呢就是虽然很想念，可是真的因为很可爱，对，是有些疗愈的，否则就是每到了一些像1月3号8月20号、大家都心里面特别有感，那这一次呢我特别就是能够再邀请到这个嘉芬姐呢，上次我们请你来介绍是的黑胶唱片，是对，那一次凤生岁月的黑胶唱片，是，就那次就是谈完了之后呢，哎，永淳有跟您就是聊到说，以后既然我们都是大凤迷，愿不愿意就是可以下一次还可以再请嘉芬姐再帮我们，是是是是，我是说如果能够尽一份心力的话，我一定全力以赴，非常乐意，结果这个永淳他非常开心，他说哇，他愿意为凤姐一起来做事，我觉得很开心，所以今天8月20号呢，你知道8月20号其实是凤姐登记生日的日子，不是他真正的生日，真的，他真正的生日是66年前，是农历6月29日，农历6月29日、哦，然后他对照国历，是是是是是，他是那一年的8月8日，所以他是那一年88节出生的，是是，但是后来他就是晚报户口去登记的时候就，哦，就是你登记这天8月20号生日，可是大家就这样一直沿用，是是，对，我觉得就是这只是一个纪念的形式啊，也没有什么，对，然后就像这一次我为了来你先看一下，这是今天很重要的，对，想要弹同调，最精选，而且这颜色用的很棒。你知道这是凤姐最爱的紫色系列、紫色系列粉紫系列，真的吗？我也是很喜欢这颜色，真的，我非常喜欢这颜色。哇，现在年纪比较大了，觉得这个用这颜色好像有点年轻。对啊，这个很浪漫的一个颜色。对，你把它摊开来，里面呢，看看还有呢。哦，哇，你看。颜色，这然后它背面是它的原复刻的黑胶唱片的大小，你看这张，哇，这个是它原版的，这个真的看起来，它这张照片很好看，对，然后背面是我写了一篇纪念这张黑胶唱片，要出来，是是是，哇，这是光宇的大作，不是不是，是我描述我叙述了这段。就是想要弹同调的心路历程，是是 是。然后这个是送到了日本去，他有出黑胶，对，然后他的这个声音规格是终极版，然后他也有出 CD 也一样去，是是是是，对，然后到日本去做了这个终极版，然后他的 CD 你看一下哦，它上面也都有编号，每一个上面，所以他每一个上次哦，对啊，上次很好玩，因为市长。我们的住家，我们在高雄的住家，对，然后就是曝光嘛，就是他们一直在追，它上面都有编号，对，上面都有，哦，就是哎，真的耶，啊，这是都是我的是261，真的，啊，哎，那我的爱了一，爱的有一，爱的有一，爱了一，哎，每一个编号其实它都有独特的，你看我们凤鸣眼睛多亮啊！上次市长在我们在高雄的那个住家。然后因为他们记者就反正大家就讲的风风雨雨的嘛，对对对对对，哎，你们豪宅啦，啊，一定怎么样进去看，那没办法，逼得我就一定要拍张照片，然后我就拍了，刚好有柜子上面有一张凤姐的那个黑胶，上次大家就就有人看到，哎呀，就下面我看到有网友有人留言啊，哎，有凤姐的那个黑胶的、那个，是真凤迷，对，是真的，一定是凤迷才会眼睛可以看到这么细，可以看到这么细，对 对，因为他突然就看到那个他们最熟悉的声音，对对对，因为我当时摆在柜子上面的时候，我就想，那凤姐的这个黑胶要放旁边要放什么呢？我后来想一想，我就放了《金刚经》在旁边，难怪呢，就是永淳跟你提说，哎，那如果下次有需要，是，你就说当然没问题啊，要为凤姐做什么？对对对 对，都很 OK。你愿意就一定要告诉我，是，一定要告诉我跟市长，我们一定会来帮忙，或者说大家一起共同做一些什么事。你们为什么这么爱凤姐？因为我知道你们经常
都是放凤姐的歌声，在晚上回家的时候，然后你刚刚说尤其是最近心里很烦，被黑到已经不知道怎么样了，十指紧扣啦，爬树啦，什么反正无所不黑，然后家庭聚会打麻将啊，说这个只是我们在玩一下教小孩，连这都被黑的乱七八，就是心情不好，就回去呢不用多说话，凤姐的歌就放了，对，就放了一整晚。就是一直都会哦，时常这样听啊，然后就天天听到快睡觉的时候才关掉，才关掉，它就当做你们家庭的主要的气氛。对，因为回去就会听个音乐嘛，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播个什么歌曲啊？然后像市长就很喜欢那个流水年华呀，真的、啊，对，我说他喜欢的歌很多哎、欸，什么好好爱我啦，对，我说你好好爱我都不对我唱啊，对啊，他没有对你唱。抱歉，因为他很含蓄的人、啊、真的、啊嗯、他为什么看到你都好像就是呆若木鱼 啊不知道耶他觉得这个顶口口人家就亲下去他还当作综艺摔跤还说不要他其实是很含蓄的人，他只觉得说哎呀，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应该是自己私密的、哦、他就比较不会去真的吗？公开、或者是像别人这样，他就会不自在，会不自在，这样、他就会不自在。他是一个其实是个真诚跟热情的，对不对？他对，可是他为什么对那个玉林哥啊，好自在哦，他们在车上直播啊，他们也十指紧扣的。然后他们还说要睡同一张床。其实玉林哥很厉害，每一次都可以给他逗，他很开心这样。对，很好笑啊。对。对啊。哦，他真是。那他就市长为什么可以对。当代笑将的。对啊，为什么可以对大家就是都很轻松，然后。其实我觉得市长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但是因为最近是真的比较疲惫。我在以前开玩笑说他在我们家里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们家好像有一只黄莺啊，就的那种。最近黄莺也不唱了，唱然后说笑话也没了，太累了。真的、啊？真的累了，不然以前他很厉害、欸。真的、啊？我有时候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晚上要睡觉啊，然后我就会说，哎，来个笑话吧。他就真的随手就念了，信手拈来就笑话，就是个笑话，真的就是个笑话，真的、啊哇，他时常可以用很多笑话逗我这样子。市长是真的真实生活的人，他也是个有乐趣的人，对，就像他讲的，就是好交朋友啦，然后爱唱歌啦，对，对不对？没错，轻松啊，就是没有太多的压力，或者是他的架势都没有。我最近就跟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了，回来原来你的自己，你自己自在，自在就好了。我得管他什么，你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就是个什么性格，没错啊，对不对？没错。我觉得像凤姐也是，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这么爱凤姐？我可不可以说一说我的想法？好，你觉得你的观察？韩市长曾经说过，凤姐是庶民打拼生活的一个。典范是从最底层，而且他也不是说家里有富裕，可以送出国，给他栽培，是那他的因缘际会都跟土地有关系，他14岁就离开了这个自己的家乡，然后到台北，然后参加就是什么电台的歌唱班，是然后呢就是比赛，然后第一次也没有上，到第二次就。得冠军，其实他没有真正去受过专业真正认真的唱歌训练，哇，那了不起，没有，其实他是靠他自己的天分努力才情，那他不像说有人的机会他可以送到国外的经纪公司，像邓丽君他表现非常的璀璨亮眼，因为他有很多的姻缘在国外，然后他们有这个国外的经纪公司，然后不断的这个栽培，但是凤姐她跟土地的连接，跟土地的勤奋努力，然后也都是想尽办法，像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人，他们为什么可以创业，
然后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嗯、就是跟国外不输，他们都没有喝过洋墨水、嗯、但是我们就是体贴，我们对人情对义理对人性，我们有自己 的情感，我们有自己的细心，所以我们慢慢发展出一套我们对这个服务业的看法，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这个逻辑，我们有自己 的程序，所以我们慢慢呢就是很用心在这上面，每一个都成为台湾之光，都可以发光发热。那凤姐也一样啊，她让整个华人世界对一个很真情，用真心真情在唱歌。你很就是你没有办法挑，就是说哦，她一定是音色是最最最棒的，哦，她一定是歌唱技巧最最最最棒的。其实都不是靠那些，她靠的是用情感。唱真实的生活，所以他很有亲和力，非常有亲和力。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说一个秘密、什么秘密？ 我的学校曾经研究过凤姐当专题嘛。哦，对啊，对对，有有。然后对那一届的研究的人，其中一个人就是韩冰。哦，这个有是韩冰，他写了一个报告，对不对？一个论文这样的。是、哦、真的是。他们那时候是一群同学，研究凤飞飞现象。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当时就是。当凤姐离开，然后第二年，就是联合报是他们想要办一个凤姐的展，怀念她 的。那我们就听到，我们就啊，好棒哦！那这个展览结束之后，你们维多利亚学校居然说，可不可以那个展，可不可以不要不要毁掉，不要是不要撤除，就在我们对，因为就放在我们这里，很珍贵，这真是珍凤鸣，对。真凤鸣就是我们爱，所以那我觉得虽然这些孩子跟凤姐的年龄是有差距的，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他们有父母啊，对，他们有家人啊，对 对不对？ 对啊，他们有父母有家人，然后有那个就是时代的那种经历过的回忆啊，所以当他们看他也是新的认识，对对不 对？所以凤姐的精神你们一直都希望可以紧紧的抓住。凤姐这张专辑呢，想要弹同调，对，想要弹同调最精选、每一个人呢看到这是凤姐最爱的颜色、这个曲目呢就是两张想要弹同调的这个一二、都是凤姐亲自挑选的曲目、对，都是凤姐亲自挑选的曲目，然后我们是在两张里面呢合成为一张最精选，是，那它是双碟黑胶，双碟黑胶。我在这里面呢，我写了一段，写了一篇文字。那这篇文字我特地跟 Ben 讲，跟赵文林好好的聊了一段长的时间。我聊到了，我们都忍不住都会热泪盈眶了，因为会想到凤姐她人生的最后时光，人生的最后时光，凤姐是在一个安静。没有办法说话，然后都是用自己打字，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所以他发不出声音，然后他连就是因为半年都不跟我联络，完全不讲。然后当这个永淳要发布记者会，凤姐离开的这个事情呢，他前两天他就先来找我，跟我讲了这件事情，我们两个抱头痛哭啊，没有办法去想象、然后他那时候也就说到，我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说因为凤姐怕你伤心，我说不可以这样啊。但是他说了，凤姐就本来想说可能两年之后才讲嘛，他们说不行，然后说凤姐本来可能就是说她的骨灰就撒在大海就好了吧，他们说不行啊，千万凤姐你不能够这样做、什么通通都拒绝。但是凤姐她交代了一些事情、就是在1月3号是她离开、然后她在31号那天突然她本来化疗标靶治疗都一切都还 OK， 然后觉得还 OK 啊，只是凤姐 都很痛嘛，会痛，可是她都完全无声、那永淳跟 Ben 讲就会说，妈妈你在痛吗，她说都点点头，对，她从来没有说我好痛苦我很痛，她都没有，好能忍耐、非常非常能忍耐。然后在这个最后
的31号，大家都准备跨年了，就很热烈的时候，他们说不行，如果这个年节没有进医院让他检查一下，可能如果要看病不行。就没有想到去呢，就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然后于是本讲必须在最后的那一刻，然后看到妈妈讲不行，1月2号不行了，他就跪在妈妈的这个床前，跟妈妈讲说，你交代的事情我会处理，我们会做。然后凤姐就点点头，她最后的时光都没有说什么话，因为她已经先把她交代的事情都写好了。她说，我不要立牌位，我也不要就是有什么纪念仪式，她连告别式，简单告别式，她连遗照都没有，就是他什么都要重建，但是说要撒骨灰撒海啦，或者说就是2年后再宣布，这个他们是不准，他们不要，在那一次谈的时候就不要。对，但是他们遵照遗愿说，我离开我不要办各种的纪念仪式活动，我都不要。好，我希望大家想要想念我就听我的歌，唱我的歌。然后他希望成立基金会可以做慈善，然后希望他们可以一直来做，继续回馈这块土地。 对，继续回馈这段土地，因为他做的时候就是也都不会敲锣打鼓说我今天去做了这个，我今天去做了那个，他就先自己先做。所以基金会可以看得出来，基金会在做事情非常的低调。对，他就很低调，就是就想做就该做就去做这样。是，那既然妈妈的遗愿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基金会不会办一些什么我要做纪念音乐会，我要什么纪念活动，我要纪念仪式，没有，因为这是凤姐的遗愿，她就是这样子。所以凤姐可能因为听到了边讲说，对，我都会做，我们都会做，我们会照做。所以1月3号凌晨3点15分，我就跟边讲确定是3点15分，他说对，3点15分就离开。然后我心里在想，一个一生都用他的声音疗愈我们的土地，给我们非常多抚慰力量，然后用歌声传递情感的一个国宝级的歌手，在最后他没有声音，那多残忍啊，很残忍的，完全都说不出话来。那我觉得我把这一段呢写进去，那我想到了一首歌，你知道凤姐她也很喜欢蝴蝶，她很喜欢蝴蝶，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她有一首歌就是蝶恋花，蝶恋花，我好喜欢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来，我有印歌词，你可以看一下，歌词真好。有时候在回顾一些怀念他的事情的时候，那种心酸就会难免会上来。真的，我觉得他真的，他个性真的是很像，很典型的那种台湾妇女。对，真的就是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艰苦，他自己吞，然后呢也不会怨天尤人，然后成功了以后也一点都不会骄傲，成功不骄傲。对，真的这首歌他曾经唱过2个版本录音版本，那这个版本是我最爱的，因为我不是说他第一个版本唱不好，第一个版本在歌林时代很青春，很年轻，那时候情感飞扬，但这一刻呢他沉稳大气，我们来听一下。红红花正清香，春天百花开，这些花常在吗？都不怕野风来戏弄吗？
亲爱哥哥你呀、啊、是跟我一样欣赏这美丽的花吗？我忍耐风雨冻，我就是等待你的到来。你知道这是洪一峰十九岁，洪一峰当年十九岁写下的歌，词曲都是，所以我是说多经典。以前写这种感情的歌曲哈，给你的感觉就是它有浓浓的情感，可是它的表达的方式又是这么的内敛，内敛又含蓄。对 对，我刚刚好喜欢他讲的祖先岁，因为他的咬字很特别。真的好美的一首歌《蝶恋花》，这么多人在台湾的土地上面用他们的青春跟心血灌溉的台湾歌谣，这是凤飞飞在生前花了很多的心血跟时间整理的两张想要谈同调的专辑。现在呢，华纳唱片公司呢把它作为想要谈同调最精选、嗯、是双黑胶的复刻盘，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亲自呢凤姐歌声的内涵，然后还有她的风采。可是 我都很怕黑胶拿出来刮伤了，你知道吗？真的、啊、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听那个黑胶唱片哦，那个黑胶很容易刮伤。对对 对，所以虽然是有那个黑胶的那个唱盘，对，可是就是就拿出来，对，听 CD 好了，听 CD 好了，对，那就刮伤了，很舍不得。所以有人是可以买黑胶，然后再买 CD， 对对对，然后这现在都有，而且都是有编号的，是，通通都有编号的。我刚刚说凤姐跟这个市长一样，就是都是社会底层，很努力的，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从庶民打拼起来，然后都累积了。凤姐到现在还是庶民精神，她唱歌，她的情感都是庶民的，非常非常的很接地气的情感。市长也是这样，就是虽然也辛苦努力，但是也曾经挥旅过人生，对对对，但是现在他一样就是很努力，因为他觉得人家托付他，然后他要很努力。可是他们都不是像就是有那种机会，然后可以到国外去就是什么就是大的深造或改造，可是他们却跟我们土地每一个人的情感连接都很深刻、嗯、对，这会不会也是他们的共同点，都很努力。 对，其实 我就觉得喜欢凤姐，就是她那个非常的朴实，对，很朴实，然后我觉得她所有的表现出来就会不会很矫揉做作。是、啊、那市长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说，他曾经跟我说，事实上他、嗯年轻的时候其实他是还蛮怎么讲，就是说因为他大家都知道他是职业军人，嗯，专修班毕业，然后读大学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是读东文英文系，嗯，那东文英文系那个时候本来他想读政治系，嗯，那我公公啊，就是他爸爸就说
不要吧，你读政治系将来没饭吃，你读个英文系最起码将来至少还可以当个英文老师，对，可是他就是思思念念，就是很想读这种国际政治啊，国际就是外交政治这种这一类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又去报考研究所。那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研究所其实很难考啊，硬碰硬。当然了，那个时候才好玩，就是他跟我说，他们当年那时候考研究所的时候，他们那一届的同学反而政治系的同学没有考上，是他考上，是他考上。那时候他上了东亚所，还有另外淡大。淡江大学有一个所，一个国际所，他就非常爱，因为他就觉得他喜欢这一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或者是他也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他找的可能比凤姐晚一点。凤姐是十三四岁，我就是要唱歌，是他很确定。是那市长可能就是比较晚一点，对，然后才开始，对不对？对，才开始知道，你知道吗 ？AIT 处长邝英杰啊，是，他在这两天，对呀，今天跟他碰面，真的、啊，他今天又就是因为媒体访问，然后他谈到说，40年前他来到台湾，他最爱的歌手就是凤飞飞，哦，真的、啊，对，哦，外国人来，他说我最爱的，就是问他说，哎，你最爱的台湾歌手，你记得吗？他居然讲40年前来，我就是最爱凤飞飞。哇！对，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哇，好特别哦。对，有外国人来，他最爱的台湾歌手是凤飞飞。他四十年前来，他很年轻哎。对啊，那时候是凤姐最忙碌的时刻。嗯嗯，对，哦、最忙碌。40年前，对，那个做节目，然后每天很忙，然后非常非常忙碌。那很多人都是。真的听着他的歌声一路这样子一路到现在，然后他现在他居然还会想到是最爱的歌手，他居然会讲、啊、这么巧。可是现在有最红的歌手他应该都知道啊，有很多啊，因为来他要当 AIT 处长、他一定是会了解、怎么这么巧，今天又选今天碰面、他跟市长就是今天碰面，真的啊，在高雄是要邀约去，大概没有，就是大概来嘛，好啊，那这就是也要就是可能要聊聊天。 我不知道他们有谈什么内容，这倒我不晓得，市长没有跟我说他们要谈什么内容。你们好像两夫妻都不太熟，就是我跟他不太熟，对，时间都碰不在一起，对，我们时间很难搭在一块。因为刚刚那个嘉宾姐讲到，就是说市长有一天还真很好笑、就是说我今天这样有空，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怎么样，他说我有空，我们来吃个饭吧。他说我在六龟、你跑六龟做什么？我说哇，真的很不熟哎、很不熟，非常熟。没有，我去看那个安置中心，对不对？去看公益啊，对，有一些比较需要关怀的一些。是，好，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马上再度回来。飞碟夜光家族，你们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呢，看今天的直播看到了没？我们的这个直播带来宾就是超级大凤迷。李嘉芬小姐，那另外一位大凤迷是中凤迷好了，是光光，是光宇。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马上再度回来。飞碟夜光家族，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直播哦。对不起，是我按了广告，但是他休息一下，现在才广告啦，现在才出来。今天的这个，没有声音，他在跑，可是他没有声音，所以他现在是跳折的，他现在是跳，就是这则广告，像他现在只剩下10秒钟要结束，他现在播没有声音，哦，真的？对，没有声音，然后呢，他可能下一则又会有，我猜3、2、1。你看，自从用了宝冠雅，宝宝好乖呀。你哟，来自瑞典的宝冠雅益生菌，由母乳筛选的专利原生菌株，能帮助消化、调整体质，全球第一个低抑制型的益生菌产品，安全简单，方便使用。爸爸，你也要乖。是啊，还有定剂，成人也可以服用哦。全台诊所、门前药局以及医院信医、维康都买得到哦。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冠雅益生菌。像现在这个卡号呢，他又在跑，但是他又没有声音，
现在这个卡号又没有声音，是这样吗？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纳鲁湾集团0800-23，所以你这边不要做其他的，比如说不要一直连续按 next， 也不要拉掉任何鬼，不要按什么钮。我刚刚没有，我刚刚是看到，哎、欸，你们刚刚是不是有压到一个？没有没有没有按钮，没有。哎，是网络的问题，是网络的问题。OK， 今天的网络在猜是网络的问题。对，哪几只没有没有出声？第一只跟第三只，嗯。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我是光宇。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凤姐生日，刚好在这一天推出的《想要弹同调》最精选。在看直播的朋友，你们看一下，在直播画面中，加芬姐的左手边，也就是画面的右手边呢，是《想要弹同调》最精选凤飞飞的双碟黑胶。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光哥，那我们待会如果说再进广告都没。今在小酒杯解忧，偏偏饮酒来添愁。你有没有觉得凤姐她唱这首歌，她特别有一种气息，是不是？天在蓝线真厉害，明知男性好厉害，偏偏在情在哦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我是光宇。今天我们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呢做直播，因为我们要在凤姐生日的这一天呢，请大凤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凤姐的这一张黑胶典藏专辑，她就是李嘉芬，嘉芬姐。这首歌叫做《抠卵瓜》，苦恋歌，也是都是，这我父亲很喜欢的，真的好，嗯，很经典的歌。对，其实很多人都唱过这个歌。我觉得这首歌本来是男生唱，嗯，他是男性，然后女性就厉害，他应该是要唱这样，但是凤姐把它变成是一个男生，女生唱，但是凤姐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违和，嗯，不会觉得哎、欸，这不是男歌吗？对对对，这不是男生歌吗？没错，所以凤姐唱，她有一种潇洒跟个忧愁跟沧桑，是，对，她有自己的特殊味道。华纳这张典藏黑胶呢，每一张呢都有。流水编号，烫金的流水编号，然后 CD 上面呢也都有，也是有烫金的，也都是有烫金的、嗯。你跟这个韩市长呢，就是每天常常听凤姐的歌、嗯，那因为你刚刚说市长也都会，比如说你听歌，你做你的事，那市长他就看他的书，对对对对。
那看他的书啊，看他的资料啊，因为有时候回到，是往往回到家里就是都蛮晚的，已经很晚了，对不对？都蛮晚了。凤姐的歌声作为陪伴，是对不对？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哦，马上再度回来。飞碟夜光家族，大家好，我们是 MFM， 第一次来台湾跟大家见面，送上我们的创作 Perfect。所以你们都在家都先听 CD， 就听 CD 比较多，黑胶都舍不得拿出来。有时候甚至于就是都会很保护，就是哎，看是哪一首歌啊？对，然后就来找那个网络上的哦来听这样子。对，就是就觉得它是典藏版，典藏版应该要把它留下来，好好的这个保存。对啊，就好像供奉在那里，对，真的就那种感觉这样。我现在就说你怎么把凤姐的这个旁边放那个金刚经的因为他不是每天都要念的吗？对，他都念心经，他都念心经。对，那因为我最近在翻阅那个金刚经嘛、哦、然后我觉得很难，然后我还得把它供起来、嗯、因为金刚经都是陆陆续续听到有这人在讲经的时候，那总是好奇再去翻一翻的。 OK， 所以睡前的时候都是你们的休闲，就是自己看自己的书。我们一整天，那一次不晓得有一次是谁，不知道哪一位主持人问我，就说：“哎、嗯欸，那你跟你先生都什么时候联络？”他说：“嗯，如果我们两个没有碰面的时候，他是晚上睡觉前才给我个电话。”他说：“哈，你们一天只通一通电话？”对。我说：“那个时候就是我比较忙的时候，他也不敢打。”然后他忙的时候，我也不敢打。你也不敢打，因为打了的时候，他就会怕，就是这个电话，来电话。会不会反而觉得是有事？嗯，对，就是怕会担心这样，对不对？今天真的很巧哎、欸，就是像那个邝英姐 AIT 处长、啊，然后 Google 啊，嗯，真的就突然，对，就通通都怎么那么巧，挑今天碰面，对，那我是凤姐的名单，真的是，对啊，真的是，然后他又喜欢凤姐，对啊，这一切的姻缘，这一切姻缘真的是太巧了，怎么会这么刚刚好这样子？哇，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以前这首歌啊、哦，我也时常听我爸爸唱。是，好，我们来，待会你来唱一个歌好不好？我来唱《我哪怕亏心来门汤》。我哪怕亏心来门汤。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首歌，很喜欢。其实我也蛮喜欢他有一首那个《掌声响起》。掌声响起，那都是超经典的。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历程，会让你觉得一个人的奋斗过程，那个力道，对不对？对啊，由母乳筛选的专利原生菌能帮助消化调整体质，全球第一个第一剂型的益生菌产品，安全简单。我们现在播歌哦，就是有一些版权都不行播，真的哈、哦，这样就很不方便哈、哦，而且对，就而且听众想要听的一些歌曲也不是那么，就是好像借着那个节目的氛围，对啊，对啊。你们在家里，然后听歌，其实像韩冰啊，他们都会听到、啊，都听到你们在听凤姐的歌。对，对他们都会听。哎，他们小朋友有时候都会受我们影响。他们有真有朋友跟我说、哎，我觉得你们家小孩听的歌为什么都有点年代？对啊，就是受你们影响，都会有一个那是美好的 old school。对啊，很好玩。大家好。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我是光宇。今天我们专访一位大凤迷，我们一起来分享介绍凤飞飞想要弹同调。凤飞飞想要弹同调最精选，在这张最新卷里面呢，有这首歌。我觉得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但是我觉得凤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眼前呢有一个画面感，然后那个情感呢是特别深刻的。这首歌叫做《我哪怕亏心来门汤》。我如果打开心内的门窗，我会看到什么？我会闻到什么？我会体会什么？
你可以闭起眼睛听这首歌。有没有听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种愿望，有一种想望，你可以把它带起来，就往下面带起来比较好，因为我带起来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不会，可以听得到我声音啊，可以可以听得到。我们可以一起唱这个歌，在收音机旁，我们可以一起唱。可是我们好像要进广告。你知道这就是现场节目。这现场节目呢，有时候就是做一做呢，哦，哎，我们时间只剩下几秒。是啊，对，我们真的是只剩下十秒钟。听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家里哼一哼啊，也可以哼一哼。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呢，马上再继续回来飞碟夜光家族。凤飞飞想要弹童调最精选，今天发行。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唱得好听，就是我觉得他的唱歌，或者他唱歌就是必须要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好像要非常的耗尽的那种感觉。对，好，对。然后就是，你就让他觉得他在唱一首歌，好像就温温的就唱出来了，喝水一样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顺畅。对，可是当他就是在唱到要 powerful 的歌，又很有力量，对对对，对不对？他丹田力道十足，对啊，真的是下的功夫非常深，对啊，下的功夫非常多非常多。现在，对啊，对啊，所以，嗯，所以，我真的很少跟他同框哎、欸，真的吗？真的，你可以看到除了那种。跨年什么的，或者是什么造势，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几乎没有同时，几乎啊，我跟他们都很少，我们几乎没有同时上节目，就只有在那个舞台上面，对不对？那个是必须的，然后你帮他擦汗嘛，一个是忙啊，一个是，对啊，都觉得咦。好像坐在那里两个人要同时这样，就会觉得大家都很不自然，对，就会太就有一点别扭啊，都已经老夫老妻，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夫妻之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私底下的相处啊。对啊，嗯，但是他很爱你们，就那种气氛啊，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对。对今天市长很忙吗？非常，在每天，对不对？他就是整天，你们看都没停过，就是早上八点钟出来。嗯、对。喂 ，Hello， 哎，有人要来唱歌了，对不对？我是光宇，哈哈哈哈哈哈！嗨，嗨嗨嗨嗨嗨！哎，等一下啊、哦，我们马上哦，哈，我们马上。当然啊，他在我手上啊，他在我手上，你要对我客气一点哦。我刚刚已经跟他十指紧扣了，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我已经跟他也爱的抱抱，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市长今天还好吗？还 OK 吗？真的吗？OK OK， 好，
没有，不会。今天因为我跟嘉芬姐聊了一下，因为她说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必做一些事，就是你有念心经啊，洗完澡啊，然后也会看看书啊，然后你会听凤姐的歌。对。对，然后就是还会就是最近心烦也听得特别勤啊，今天正好是凤姐的生日嘛，然后正好对凤姐生日，然后正好又推出了这一张《想要谈通调》的这个最精选，然后就是他就以前你也说过，凤姐是庶民打拼的精神跟代表，对不对？那是一种典范嘛。好吧，待会说一说，就是凤姐，就是丽英姐碰面，丽英姐喜欢凤姐。对，还有你说是还有谁喜欢凤姐？今天要碰面的那位美国 AIT 美国 AIT， 他也最爱凤姐，你知道吗？匡英姐她也很喜欢凤姐。我今天才看到这个，我才说，怎么那么刚好，全部都凑在一块儿，这样。对对，好，等一下哦，来，我们准备了，好、哦。各位，如果你们有看直播的话，是不是早已经就发现了又有一个超级大凤迷要来？各位，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我是光宇。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 live 直播，就是现在。那我们的直播呢，今天是有开直播的，所以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我们现在一位呢，另外一位超级大凤迷呢，他就是韩国瑜市长。市长你好。谢谢光宇好。你好市长你好。嘉芬姐好，各位凤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等一下市长，你刚刚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请问你是，我说我是光宇，哦那个我老婆是在那边吗？我说是，你要对我客气一点。那个嘉芬姐你不要跟人家随便十指紧扣嘞。结果我刚刚说不好意思，我刚刚已经十指紧扣过，我也爱的抱抱过了，怎么样你？我说人在我这，你要客气一点好不好？好的。市长，不是真的是刚刚开玩笑啦，是因为聊了一下才知道，就是你常常在家里头呢，晚上都会听凤姐的歌。那你也说过，就曾经说过，说凤姐是庶民精神打拼的一个代表。那在你们来说，就是你觉得凤姐就是一个超级有魅力的，所以就吸引到你们超爱凤飞飞，还是说对你们自己个人而言，就如同你讲的庶民精神代表，她可能也曾经打动你们在心里面哪一个最深刻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说一下？应该来讲，不是光超级有魅力，是我觉得凤飞飞凤姐最重要是感觉，她就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很亲近。亲近，没有架子，没有派头，歌声非常好听，对，然后呢又跟你是这么的心灵是这么的契合，这么的接近，对，这种感觉是很重要。是，那有的巨星是感觉很遥远，你可以远观，那你不能够好像近睹，那凤飞飞，我觉得凤姐她最了不起，打动人心，是她就感觉你们就是左邻右舍的一个邻家的大姐姐，或者一个好朋友，然后用她的歌声来关，等于来照顾你，来关心你的一切，然后用歌声来让你快乐开心。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几十年前这个，尤其是在高雄男子加工区这些所有的青年男女在上班的时候，大家听凤姐的歌，那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是非常巨大，帮助也是非常巨大的。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劳工代表，然后社会底层的心声，然后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就是在那个直播节目现场呢唱台语歌，他真的是第一个唱的，对他第一个唱，他唱的第一首歌是《雨夜花》，对，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而且真的大家就是觉得唱得很好听的，于是他每一集节目他都会唱一首，就是现场唱一首。那对市长来说，你们从以前听凤姐的歌，然后一路就是也唱很多。我刚刚听到那个嘉芬姐偷偷告诉我说，你最会唱那个什么流水年华啦，然后你很会唱好好爱我啦，但你都不对他唱好好爱我，你都是对着广大的那个
这个台下群众唱好好爱我，你都没有唱过好好爱我给加分姐吗？真的吗？没有没有，我没有唱过好好爱我给他听，没有，我们是自己就在那边哼啦哼来哼去啦。我跟他第一次追他谈恋爱是唱军歌，我知道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但你有好好爱我那时候为什么不唱呢？因为我们可能比较比较硬雄性的、啊、那个本性比较强一点，有时候那种那个软软的歌，有时候不晓得要看状况。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唱的，叫浪漫情怀的时候。真的吗？你是说现在我们也有浪漫情怀啊？你说那我唱给你听，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听好。什么？你还是不唱？还是不唱给他听？我是顺耍，他是顺便就对了，就是真的吗？好好唱两句，唱两句。好，我来好好唱，练一下嗓子啊！我来唱凤姐的《流水年华》，好吧？《流水年华》，掌声鼓励一下啊！谢谢。来，我们就清唱喽，清唱，清唱，清唱，当然。OK， 对。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宇宙，往事又掠过我心头。犹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哇，很厉害！年华似水，你不要让我停哦，我唱上瘾了，我继续唱。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哦耶，真的很厉害。哎、欸、不是，他不是，这个是信口拈来的耶。对对 对， 对，这个不，其实你让他心情好，他挺能唱歌也挺能讲笑话的。真的耶，对对，他说你现在通通都不讲笑话了、嗯、也不唱歌。我现在每天在吃褪黑激素，褪黑的太厉害了。所以你每天都这样，可是你睡前你总是要做，就是要看看书啊，平静一下心情啊、嗯、但是我就蛮好奇的，就是你跟这个加芬姐，难道睡前你们不会谈谈心吗？聊聊天吗？或者还是会，还是 会那互相换手抓痒，他痒的时候我帮他抓一下，我痒的时候帮我抓一下，他被抹黑的时候我安慰一下他，被抹黑他安慰一下我，我们俩夫妻现在每天就靠互相安慰对方抹黑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只有稍稍痒而已吗？你有没有就是请加芬姐帮你按摩？这个很疲倦的时候，因为有按摩椅，然后有按摩椅。有啦，我有帮你按摩啊，也有按摩，我现在买了一个很专业的按摩器，这样子。所以真的，你不要把家里国防机密透露光明。这是国防机密吗？这个现在不是都会随时24小时盯着你吗？来来来，开心，我可不可以跟你在空中聊天？非常开心。是，我也是，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跟加芬姐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平常在同台的时候，你会稍微比较含蓄一点，是真的就如加芬姐讲的，就是你不太习惯把夫妻之间互动的那种自然的这个情感在台上流露，是吗？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OK， 一来就是我比较不太习惯在公领域、公场合是家里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是。第二个，我头发32岁就秃，凶手就是加芬姐，所以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等一下，你为什么凶手是他？什么原因？为什么？你不要随便跟他十指紧扣，那是十指锁喉手，他专门抓人家头发的，你要小心啊，方宇。天哪！等一下，我问你，那我就问，直接问了，请问加芬姐有没有曾经帮你洗过头？没有，我认识他就已经秃掉了，准备。你不要讲，我最起码帮你抓背，好不好？天哪！谢谢光宇，不客气，不客气。我这边还有好多朋友，好不好？好好 ，OK， 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喜欢凤姐的歌迷朋友。今天是凤姐66岁名单，我们在心中永远怀念她。是是是，好，谢谢市长，谢谢谢谢观众朋友。哎，你吃饱一点啊，你赶快去吃饭，你还没吃晚餐。我这边好多人在，好 ，OK， 好，拜拜，大家，拜拜，拜拜。
这是韩国瑜市长来，因为你们也碰不上面，是、啊、对不对？今天也碰不上面，但是来到，你就说市长也是一个超级大凤迷啊，嗯、每天听啊，每天唱啊。你看他新手年就来啊，唱他，他其实唱歌还挺好听的。对对对对，嗯、但是也不一定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嗯、但真的，我们好幸运哦，对我们今天我们就想，哎，我不确定他今天，对、哎，他每天行程都满满的，所以他还没吃完饭。所以刚刚你还在就联络，哎、嗯，有没有空啊？有没有空啊？对对对。我也不确定他有空、欸、对对对，真的是有空，所以很开心、嗯、坦白说，讲到凤姐，就是她这一生她所走过的这个历程都在她的歌声岁月里面，所以上一次的黑胶是凤声岁月，是这一次呢是想要弹同调、嗯、这个是就是我们因为歌声旋律我们频率会相同，所以我们想要弹同调、嗯、想要跟凤姐都同样的这种时刻，是就是听歌的时候就是凤姐的形象都在、嗯、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你知道还有一首歌我相信呢你也会很爱，会非常爱，哪一首？就是你有没有这是经典的歌，来来来来很来来来来你听哦，这叫经济这条龙、啊、你看哦，这是他改编成属于凤飞飞的 style。知道吗？当凤姐她在改编这个歌曲，她心中有想法，她想要这种 style， 都是灵机一动、哦、真的、啊、她都是灵机一动，她觉得哎，我唱了自己的歌，唱着哎，唱着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荆棘之条龙》，所以唱着唱着呢，她有想法就出来了。是不是一种新的精神、嗯、特不特别，很特别的韵味啊，很特别那种蓝调的那 种, 对那种感觉，节奏蓝调带点 jazz 的那种味道，这样子很特别很特别。这就是凤飞飞，她爱音乐，她每一次做演唱会的时候呢，她唱一首歌她是新的去认识她，你知道吗、嗯、每次我跟她通电话，因为我们要唱这个歌、嗯、我想要做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不是你早已经都唱过千百遍的歌吗？你为什么还会有新的想法？你为什么还会有一种感动？就是你在做它的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做这首歌。我能了解那种感觉，真的吗？光宇，真的，我觉得凤姐一定是真的打从心里头认为那歌唱对她来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从事教育20年，对，我们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真的很热爱很热爱这个工作的时候、嗯、你所有的东西来到你面前，你都会重新再把它整理过一次，就是会有新的意义。对对，你不会用你习惯的想法去解读它，或者是面对它，就是哎，每个都是一个新的感觉。 是没错，而且那些他已经唱了千百次的歌，是来到他面前，他要这次再唱了，嗯，
我有一些想法，唱着唱着我又有一些想法。那是真的有热情才有办法这样。真的真的。就是你会，要不然的话你那个东西到你手上来它就好像干掉了。对，就干掉了。你知道像刚刚市长他唱的《流水年华》你知道是凤姐在电影院里面。就有一天以前就在电影院然后听到了这首歌。日本歌。我要唱。他就找出来然后跟唱片公司说我要唱这首。真的啊。他很多的想法都是他自己生活中他找到的。因为我觉得他喜欢歌唱。他的心念都在这上面。所以他所有的雷达是开的。对。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那个雷达有关于音乐他都是开的。是。所以他很容易信手拈来。真的。他就会有这种感觉。真的。这真的只有热情热爱你才会这样子。是。可是你曾经说过。你对这个凤姐的那种态度啊还有那种真的很感动可是她却又这么年轻又对又就非常遗憾就很遗憾你跟我说过非常遗憾我还没有那时候生活很忙碌对我还没有去看过她的演唱会她的现场演唱对她就结束对就没有这是你很大的凤姐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可能因为那时候就一路都是忙碌的时候因为一个是年轻那时候还在读书再来就是忙着工作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忙着自己的家庭然后还有维多利亚对对不对对你身为就是校长你必须校董、我是董事会对对对那你就必须要做很多我每天工作都差不多超过13-14个小时对为什么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不会觉得很累不会因为你就会不知不觉时间过了那你就会觉得我有事情我必须把它再做得更好再做得更好是所以我那时候记得我的家长他们孩子都会晚自习对然后他每次远远进来他就会看到他去接孩子要晚自习完毕要回家对然后他就会看到他说有时候会碰到我有时候碰不到我他就说我每次抬头看到你的灯光都9点了你还在学校那你就他就说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家长会信任我就是我们之间彼此的互信度很高因为他知道我所有的想法都是怎么样做对孩子最好我们本来应该办学校私立学校嘛好应该要考量很多的成本啊对可是我有时候每次在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又想到说不行孩子需要那你就会觉得说不我应该以孩子需要为优先这就跟就是通常来念这个维多利亚学校就是大家都有一些经济基础是然后他们也对教育非常的这个重视是然后也非常肯定这样的这个理念是可是这个社会上面还是有一些弱势人所以你们才会有梦想一百我今年来了两位一个花莲一个新竹都非常乡下的一个孩子什么叫做梦想一百呢就是说对于弱势的孩子但是他们也很想很认真很能念书对那又没有办法好好栽培因为毕竟一般的孩子要接触双语对他不太容易对那我学校里面我觉得我自信那个环境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如果一个孩子愿意认真哪怕他在小学他的英文的基础不是那么厚实可是他只要有那种认真的态度又真的能念书我觉得这种孩子是不应该被埋没的那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可是我觉得培养出来总是国家的人才你应该要去做就即使力量小我都觉得应该去做它真的真的所以这就是从事教育的一个人他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是被需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栽培你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刚好有这样的资源我们有这样的资源所以看到人家的需要我们就知道可以愿意就像第一次你跟这个永淳然后知道然后聊起了我们都只是说哎，我们都是凤迷那愿意来做这些事吗你说都可以你一定要找我因为我觉得凤姐的慈善基金会其实是也让我非常感动是就是她在做慈善工作的时候她是即使她现在离开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么多的凤迷在帮助这个基金会做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低调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敬佩的不是敲锣打鼓的或者说我一定要是要通告大家对我觉得这种精神就会让我非常的感佩因为我觉得我总觉得啦有时候你在帮助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人家是在辛苦的时候可是我有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私底下做
不想去张扬，总觉得这是人家最辛苦的，我不应该把他那一面亮出来。是，这就是凤姐在行善她的真实心境。是，我好爱这首歌，他说我的名字叫孤单，风霜永远跟着我走，我云作伴，风唱歌，流浪的心无时定下来，而思念就像是山连着山，一山翻过又一山，故乡啊故乡，你要等我，你要等我唱出我对你思念的歌。天地阔，路无名，蒙蒙地浮出一个形影，天涯路带着我走，走入思念的山岭。会唱吗？对，这首歌没有那么歌词没那么熟，但是那个旋律非常清楚，就是这首歌是时常我们跟他一起唱。OK。阿莲说，几说花归又几说，多有阿里丹瓜，丹瓜青。后面这两句挺好的，很心痛，好心酸。故乡，你等我。等我秋子思念你过。我会想到凤姐。他说他不要李排位，虽然现在他在佛光山 的这个桃园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寺在里面，那当然他们还是就是因为尊重嘛，纪念嘛，那有很多凤迷想要去看嘛，还是给他立了一个排位，但凤姐的心意说不要把我立排位，大家想念我，唱我的歌，听着我的 CD， 听着我的音乐，跟我一起唱。他想要的是这样的画面，可是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就不舍。你会想得到为什么凤姐她可以这么完全无欲？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我要历史定位，我离开的时候你可以帮我安排这些吗？我想要做到这样，我想要做到，你帮我弄。可是她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觉得凤姐应该是从小，我觉得她那个辛苦是真的苦。苦到骨子里去，真的一个十几岁是那种年纪，然后在尤其在歌坛这么
这种环境其实是非常艰辛，然后又没有背景，一路要走过来，那你想想看这个过程，那个过程有多辛苦，然后到了你又成名了以后，可能又面临到另外一重的压力，我觉得他人生走过来，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是看开人生，看开，我觉得他悟到了，他是悟到，一个只有悟到的人，对着所有的有，你知道当物质性的一切，当凤姐把，不是当咏春把凤姐，就是他交代的最后这些事项，当他那一天来告诉我，给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凤姐你要什么？凤姐你想要什么？对他来讲，我真的很想问他。我觉得对他来讲，我觉得他是要，他已经生活出另外一种超脱的精神，就是他已经超脱到另外一个层次了。你知道政治人物有时候，我要想要历史定位，我想要就是要做什么，然后都我们人都会有欲望，然后可能到最后就是，我要有一个很好，就是我离开的时候，我身影要漂亮，我要什么？可是凤姐她选择是，我一切就是归零，对，我就是不需要你们爱我，唱我的歌，想念我，跟我一起唱。很简单，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觉得我现在，以前刚听到凤姐故事的时候，她所交代的一切，前几年你不太，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那有的人把她形容说，她是因为她太苦了，太苦了，她对于她这个生命她觉得太苦。可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就不太像凤姐了。我觉得应该是她超脱了。对他来讲，他真正能够体悟到什么叫生命是不生不灭。因为他对于这世俗所有的一切，他全部都已经看穿透了。所以对他来说，我们就是当然留给我们会很无限的怀念跟心痛，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可是对他来讲，我觉得他的生命是超脱了。当你任何事情你已经是没有到，你不是在把欲望放在那里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那么的自然，就能够体会你。如果你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没有欲望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能够理解凤姐为什么她不想要这一切形式性的东西。然后没有想到今天怎么这么多因缘大家集合起来，原来大家就都在想念。是对不对？就正好就是，他没有说我要什么，对，可是大家都在想念他。我觉得他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些歌曲就已经给凤鸣我觉得很大的慰藉。这个就是他留下什么。我觉得人总会走向这条路，虽然我们不舍他这么早离开，但是我真的可能再加上我们最近我觉得被打得特别辛苦，所以你特别可以体会。我特别能体会，真的。因为对我跟市长来讲，说实在走的这一切，我真的没有欲望，真的。我有时候人家问我最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要一个平时的生活，就是让我能够自在的生活。我其实在后头这十年来，我觉得人生在求的是一个自在，真正的自在。我觉得凤姐是自在，就像她唱的我是一片云一样，潇洒又自在。 对，所以凤，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认为去负，好像要去认为说凤姐是可能是太苦了，所以苦到她不想要这人世的一切。我觉得不，我觉得不是这样解释她太窄了。我觉得凤姐是已经超脱了，看透了，她把这人世的所有物质的一切，你所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这一切，她觉得这些都已经不重要的。她走过了她最爱的岁月。对。然后我觉得人的生命层次，那个生命的精神的那种层次，它其实已经提升再提升再提升了。那这会不会也是跟你就是你们现在经过的这个生命也是一样，就是很辛苦，这时候你遇到的这些困难啊，然后你也不知道它无穷尽是要到什么时候。对，到什么时候的，你就觉得你还可以每天还可以平静的。对， 就像那天我只是看到我有看到这个新闻，然后你那天很正色说
如果我的先生真的是这么样子的，人品已经差到这样这个地步，嗯，那你们就证据拿出来。对呀、啊。然后你那天很认真的就说这些话。对。他们都很少看到我那么严肃。对，你那天非常严肃。哎呀，我真的觉得，就我们其实最近就有点，就觉得说，为什么这种无穷无尽的事情啊？你会发现，哎，停下来了一个波段，再稍微休息一下，又来了。那市长那天看到那个，他们就问我说：“哎，怎么样？你现在看到那个十指紧扣，那个有没有生气啊？”我说：“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就说：“哎，你有什么感觉？”他就说：“啊，真的是要黑到。”这个地老天荒，日月无光，玉山倒立。所以其实好像如果选举选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会让人家觉得我们的选举文化一定要这样吗？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人会问说，哎，市长为什么大家这样攻击，为什么他一直始终不想口出恶言，或者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对我，我就对你啊，我就有时候我会当然气不过，有时候就是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你这样弄我是不是？那我也这样弄你，对，就是你就会觉得这种在打的过撕扯，对，只有在最近真的有一些东西实在是太过头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诉诸那种司法的动作。但是其实我一直在旁边观察他，就会让我想到旧约圣经。里面所罗门王的一个故事，就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孩子，那一个因为他们各生一个孩子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他就偷偷把自己的孩子换过来，活的他拿死了就给另外一个女人。可是当他闹到所罗门王那边去的时候，所罗门王就想，反正这孩子也不是我的，跟我什么关系呢？那干脆好了，你们既然争执不休，你们就一人一半吧，把它切成两半啊。所以当场那个另外那个真的亲生妈妈立刻放手，她说：“那我不要了，那我不要了，我宁愿要一个完整的孩子。”我觉得其实市长对于整个他在这个从去年选举一直到现在，他看到台湾社会的对立面这种感觉，事实上他你说一个人被黑被骂被污，所有东西能做的能抹的都已经做了，他为什么不愿意非常强力的话反击他？不是，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嘛，就大家就又都来弄来弄去嘛。我觉得就像所罗门王的这个两个妇女的这个故事一样，我觉得他不愿意再造成台湾社会的对立。他觉得如果我在进政坛，我如果因为我在加重在加剧这中间的撕裂跟对立，那我何必进来？我觉得他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因为在重回政坛的时候，其实我也曾经很感慨的跟他说，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我说我们不要再回来了好不好，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么让人糟糕，那么让人这么不愉快不健康的环境，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回来？那没有办法再走回来，或当实在没有办法要面对的时候，我有跟他说，我说我们都曾经讨厌过某一种政治人物的嘴脸，对，我们都讨厌过某一种政治人物的作为，而且我们不喜欢动不动政治人物就要用悲情诉诸悲情，用情感勒索你的民众，或者是说我就要让你含泪投票。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做那样的人。我觉得他真的再回来政坛，他有把我这句话听把我这些话听进去，所以对于一直为什么一直在喊得出爱与包容，他觉得台湾的社会有太缺乏太多的沟通，或者是大家不愿意去倾听，或者大家不愿意从善的一面去看对方，大家都是极尽挑剔，所以他就是希望他自己能够这样做，能够带起至少让他因为看到他能够有光明面，能够有善良的那一面，大家愿意放下成见，可不可以大家在同样生活在这块土地里面，彼此愿意对话，彼此愿意倾听，而且彼此愿意包容我们不同的观念或者不同的想法。我倒觉得这说实在这一两年来他这一点倒是让我觉得我觉得连我当妻子的人我都真的不禁会佩服他，很佩服他的他的定力，对对，但是他还是会有自己的情绪跟性格啊，因为他的性格就是直接，对，他
不讲那个拐弯抹角，拐弯抹角弯弯绕绕的话，对，没错，就是这个状态。可是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就是会被陷入圈套。就原来用一张麻将照片，他就是要套出，就哦，我从来没有打过，就我之后我就没有再打过麻将。其实讲的就是我没有赌博。其实我那天我一直觉得你们在砌砖块。我记得那天好像在砌砖块，所以淑华一直笑我说：“嘉芬姐，你为什么打麻将好像做学术研究？你每一张牌都好认真。”因为我已经20年没有摸麻将了。是，那我就说：“哎呀，不错了，我牌能垒得出来都不错了。”是，这是嘉芬姐。那今天呢，我们借着凤姐的这张专辑呢，我们跟她谈生活，谈凤姐的一切，就为了这一张这个黑胶唱片。你可以把这个黑胶唱片呢再拿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张黑胶呢得来不易。就有些人就讲说，哎，为什么就是我们期待比如说2005年演唱会啊，2007年演唱会啊，大家都会期待一些就是还没有出版过的，哦，都会期待还没有出版过。可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啦，因为就是在这还有很多这些公司跟公司之间的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凤姐过去呢脍炙人口的唱片呢一张张复刻。那这一张呢，它就是把凤姐凤飞飞想要弹同调呢，很就是原版的，就是把它做出来，这个像小海报一样。对呀，啊，真的很漂亮，啊，非常非常典雅。对，嗯，非常典雅。而且里面它是双黑胶哦。双黑胶唱片，真的耶，双黑胶，你把它拿出来，就是，那就是双黑胶。我都好怕伤到了。对，对，然后你把它拿开，就这样看。它每一张唱片，每一张唱片上面呢都有打上流水编号。哎，你看好复古哦。嗯，真的，真的啊，真的。就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对啊，听着黑胶唱片的时候，而且它。这个是到日本去特别压制，而且他声音经过了这个调整，哦，发烧级的，他，哦，就是比较好漂亮，对，他就是好像他真人在你面前唱歌，他，啊，是有一种温度 的，那 CD 听呢，通常数位听呢，他会比较锐利，比较尖锐，是是是，但是呢黑胶唱片让人家有一种温润的感觉，对，所以有很多发烧友，他手不敢去碰，怕有纸。对对对对，真的好亮啊！对啊，没关系，你碰没关系，那张是你的。那个好，好，那是你弄的，就好像小孩子哦，你弄的，那你的那个就是你的，就会变这样，对。好，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我是光宇。你看，我们在继续跟大家介绍，你看歌词本，那真的很大，歌词本很漂亮，字很大，蛮适合我们这种年纪看的。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在直播中，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李嘉芬在夜光家族跟凤姐这张黑胶双黑胶的精选专辑复刻。间谍放送。这怎么会舍得听啊？对啊，那真的是很重诚的，太舍不得听了。对啊，这听了以后就会很担心，因为很容易就是黑胶，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刮。对，就怕会。对啊，所以万一刮伤，所以我都。可是有些你知道吗？有一些发烧人啊，他们很喜欢收集黑胶，是他喜欢听那个有颗粒的那种感觉。哦，因为那是一种岁月，那是一种岁月的感觉。就是你太完全无瑕呢，那个很不真实。他说没有情感。哦，对了，他们要有这种气氛。我如果市长不当市长的时候，我就可以讲来听就可以了。市长不再从政的时候，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就可以很专心来听这些啊。哎，我觉得我们会因为凤姐，然后牵起这个缘分，我觉得好像都是天注定。真的，就像你听我节目，然后后来因为凤姐，然后我们第一次。对，然后这道你看你的节目以前多晚，对，我下班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听，对，那我就在想，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声音怎么这么温柔，对，就我看到很粗鲁，对不对？不会，很斯文。而且你的听众，年龄层还真的还有的十几岁，对啊，我啊小朋友啊，年轻人，我是真的是你的听众，对啊，现在也都是还是有很多，真的哈，对啊，其实挺好的，我觉得
我们以前当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是就很需要这样子的节目。我们是时代，我们是土地跟时代长出来的人。嗯，那凤姐是这个土地跟时代长出来的巨星。真的，我们是长出来的。对，因为你要知道，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有时候真的需要一个节目，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主持人或者是这样的节目来陪你，或者是你有什么什么心里难过或者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嗯，我觉得那是一个疗愈。哎，可是因为你做的是媒体，你是记者，嗯，你刚开始第一份工作是记者，是，对啊，那这个你们应该就觉得稀松平常，那这个就是大众传播就觉得很平常，也没有啊，真的吗？对啊，因为我觉得，哎，一个人要对着那个麦克风要侃侃而谈，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题材，其实这是真的，我觉得这是要下番功夫的。你那时候是跑政治线吗？还是跑什么？对，我那时候跑过教育，跑教育，劳工，嗯，我跑过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对，对你那时候做议员，对，街头抗争，对我那时候跑当记者的时候，我跑过街头当抗争，嗯，我很多，蛮多的，嗯，然后也要跑立法院，哦，所以，哎呀，总是我觉得人生当时就是在想说，都已经走过了，干嘛重新再跑到那个轨道上？又到政治了，嗯，对不对？好，嗯嗯，然后说讲市长草包，我就觉得有点特别，真的是就很是啊。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可是台湾少数，因为当时在那个救国团他们。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哦，刚刚我们在看直播的这个朋友呢，我们都在那个广告中呢继续聊天，所以刚刚嘉芬姐的话没有讲完，因为一讲到呢说我的先生我老公真的这么草包，这么被你们人格讲得这么不堪，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刚刚你讲到说哦他年轻的时候可以怎么样，你继续说怎么样。其实哈，早期那个时候，因为台湾那时候我们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他读大学，对，民国七十几年那个时候他读大学，对，然后他，我就是听他以前在，因为他认识很多朋友嘛，那就在各行各业都蛮优秀的。对，那他就说，因为当时救国团都有会每一年哦，他们都会从大专院校里面选拔，对，就大学跟研究所里面选拔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叫青访团。嗯，那我就说，他说因为家里以前穷，对，所以呢，他说他就去参加比赛，嗯，去参加甄选，甄选啊，第一，对，但一定要双语好，就是英文要好，对，所以他那个时候英文不止双语要好，还有国际观，就是，国际观，你的立论你要讲的言之有物，你不能，他有很多考官，啊，你的 EQ 也要很高，因为你出去他就要代表国民外交，你怎么跟人交朋友，所以他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对不对？对，所以他就他说他挑了那个，因为他说年轻，因为家里穷嘛，对，没有机会出国，所以他就挑了一个，他说我要挑那个不太容易去的，就一个是访日，访日本，okay. 一个是访沙地阿拉伯。Oh, okay. 他说很竞争啊，对，就很多在全国的大学研究所学生里面去竞赛，对，然后挑一些出来，嗯，所以他就是访日本跟访沙地阿拉伯被挑选中，对对对，所以在嘉芬姐面前。哎，欸，我可是被挑选过的精英哎，欸，好不好？对，啊，哎呀，所以我就说他这段时间，尤其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那个吴子嘉先生在那个节目里面，就是可能是戏虐，开始是戏虐他草包草包。我心里是在想说，拜托，如果从社会的价值来讲，嗯，你才五专一年级毕业，你就肄业了。对，我的先生还是国立大学研究所毕业的，你怎么一天到你哪有资格叫他草包？可是现在这个政治呢，因为你以前当记者，你跑过社会运动，嗯，然后跑过抗争，然后跑过立法院，嗯，然后跑过教育，嗯，对不对？对，就是你跑的层面很多，你其实很喜欢这个工作的。对，后来就是爸爸说你回来，对，因为爸爸那时候身体真的不行，就是我们从事。这个他也是服务业，我就说我们这个是服务业，议员也是服务业嘛，真的，就回来，我觉得民意代表就是一种服务业，对对对对，然后就你就回来说啊，我已经发誓过我逃离了，就又再回来，对，然后现在呢，因为又做了一段时间，就是你们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生活，可是现在又因为因缘际会又回来，其实你上次有说过，就你们不愿意，
就是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是这样子，对，只是觉得啊，那就选选高雄市长吧。那也可能大家也都觉得不会上嘛，对。可是上了之后呢，大家对你的期待呢，对，就越高，就越来越高。那这就有一点像是，就是一个公司，那比如说董事长，嗯，就说哎，你不错，李嘉芬你不错，你来做总，你来做那个经理哦，这个经理。你很不错，这个部门，然后这由你管，就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才一段时间呢，哎，突然呢，另外有人呢的这个董事呢，董事长又说，哎，你也不错啊，你就不然这样好，你来做总经理。那突然他就从这一刻又跳到从经理又变成总经理，他说，哎，这一刻同事说你们答应过我们，你要把这一科这个经理呢你要做好，然后现在你要去当总经理。然后你这样不对，你背弃我们这个这样子。那当然现在大家比较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可是这个社会还是有一点氛围，就是觉得很奇妙。这种他还是在这家公司服务，这个有没有像我还是在台湾服务啊？嗯，对啊，那你总经理不会照顾到，不会照顾到这个部门吗？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就说离开，我知道他离开。那个董事长是不是像是人民？是不是像？我每次看很多网友都说，你说人民就是你的爸爸，现在爸爸叫你出来选，你还不出来选？对，这就是我就是看到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对，有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啊，也是挺好玩的。是，但有时候其实我知道走出去的时候，看到无数无数的那种殷切的眼神。但是他也让很多人觉得凭什么？对呀、啊，对你凭什么？我们是喝过洋墨水的。其实哦，政治人物有时候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或者说你根本都没在做事，你完全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是个虎烂鬼。所以我就觉得说，他这一段时间来其实受到蛮多的抹黑啊，或者是说有时候他其实是戏虐自己。嗯，那我就常说人呢、哦、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嗯、你才有可能提升你自己。嗯，我觉得他愿意去面对他最不如意的那一段时间。嗯，事实上我都觉得说，当外面的人这样的奚落他、羞辱他的时候，我都在想说，我是他太太，我都没说话了，你们凭什么说？嗯，他是我的先生，他生活的是我的家庭。嗯，他在最不如意的那段时间，嗯，我们都共同走过来了。嗯，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还要说三道四的？嗯，他事实上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非常认真。嗯，但我觉得台湾的立法院最没有办法开始没有办法做事，是他其实在正额立委的他担任的第一届的时候，那时候人少。嗯，那时候人少，所以推动法案非常清楚，而且它不是单一选区，因为单一选区哦，到时候那个整个都变了，嗯，就是后头他离开了以后又变单一选区。嗯，他事实上他那时候你知道吗？台湾在警察跟海巡分离这个案子就是他提的。嗯，警察警消分离，警消分离是也是他提的，哦，他提案的。哦，就他觉得一个先进国家，嗯，警察跟消防是应该分开的。嗯，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消防的人员在警界里面是比较没有地位的。嗯，有时候听说煮宵夜都要来消防人员去煮。哦，真的？这真的真的？警消人员的宵夜是要消防人员去煮？对对对对，哦，他们有时候会很几十年前，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他觉得一个先进国家一定要注重公共安全。只有你重视国民的公共安全，你才能够提升为一个先进国家。所以那时候他就提案警消分离，所以他就是先写，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因为总是一个新科立委嘛，对，所以他就是先写，先论述，嗯，投稿，嗯，然后开始在立法院开始把草案提出来，嗯，然后寻求联署，嗯，然后跟行政部门沟通，嗯，坚持，所以这个是他弄出来的，嗯，然后第二个骨髓移植条例。哦，真的，啊，对，他那时候是，其实他先提，嗯，后来民进党的立委，嗯，也跟着，后来他就想说怕争执，因为那时候为了要救一个人，嗯，就是因为我们的骨髓，我们你看台湾在他那时候当立委的时候，我们都还认为骨髓移植是器官移植，所以被规定一定要在三等亲之内，嗯，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这样眼睁睁的过世，对，可是
一旦这个条例一通过，你是可以接受别人的骨髓捐赠，就救活了很多人。可是因为当时在救这个人的时候，因为民进党就抢功，抢那个功劳，他就说他九点要开记者会，他十点开记者会，民进党说他九点要开。后来他就说我们退吧，我说为什么要退？他说我们退了，我们为的就是要让这个法案过。只要这个法案能过，没有关系。成功不必在我。对，成功不必在我。所以后头那个法案的提名，就是写的大家立的都不是他的名字，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他在这一块他下了非常大的力度。对。今天嘉芬姐聊聊这些过往的心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度回来飞碟夜光家族。休息一下。所以你说他在立法院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只是把他后面那一段，因为那时候所以大家又简化他，因为他只是谦虚把他说出来，就哦自己努力他没有说。对，但是他那时候好像可能就是脾气比较暴冲，他对不对的他就冲出去，对对 对, 对, 对不对？就是那种 就性格很鲁莽的那种的，这样子。他就是性格很直接，所以他在党内也不被喜欢，大家觉得他太暴冲，甚至于。很多人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受控的人，那就总有误解都加注在他身上。事实上，他是个非常重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愿意跟人分享，很有同理心的人。你想看一个，你要是立委在立法院，大家为了过那个条例，而且万众瞩目的时候，谁会让？对啊，每个人都抢功抢到要命，所以可是他自己却愿意在那一刻。对啊，所以慈济那时候成立第一个台湾的骨髓移植库的时候，那时候有邀了他们的民进党的，终于又邀了他们知道他是实力的人，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就想说没关系啊，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长久都没有孩子，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他说，算了，如果老天爷觉得我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亲。如果在35岁之前还生不了孩子，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就在35岁之前怀孕了。所以我觉得也因为他在立法院真的做了蛮多，很认真，而且做了蛮多对，我觉得社会大众是有益的。其实这些都应该要有记录有都有记录，都有记录，都有记录。像海巡署也是他推出来的。海巡署，对呀，因为我们以前海巡署是附属在警察里面的，这些都不应该。他说台湾的海岸线这么长，为什么没有一个专职机构来成立海巡署？他的观念是非常新的。对，所以这些因为现在都没有报道，没有，对啊，都没有人说。因为我那时候我辞职跟在他旁边，所以看 okay, 你都知道。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各位你们在看直播的呢就看到了，我们在广告中呢，李嘉芬嘉芬姐呢还是跟我继续侃侃而谈，应该是说跟我们继续侃侃而谈。原来海巡单位的这个法案呢也是当初对韩市长对担任立委的时候所提的， 对还有消防署，这些都是他提的，骨髓移植条例也都是他推的。所以只是现在大家都只说哦，以前当立委挥泪，然后就是很暴冲，可是事实上曾经做过的事情也许就这样子被简单化呢，然后就这一方面可能也要怪市长，市长就对对对，我以前不知道，我有点迷失方向，然后怎么样，对那是后面，可是当他自己坦诚说了这个之后呢，哎，大家已经不看他前面了。对呀，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伦理，也愿意很愿意分享的人，跟他共事过的人哦，包括从北农啊，或者是以前在立院里面啊，跟现在的市府，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愿意放权跟信任下属的人，他觉得尊重跟相信是很重要，他一直告诉我说。公务体系有一个最基本 的程度，他们的品质在，不可能，如果台湾连这种社会里面这么高学历的人，这么优秀经过公交考试进来的人，你都不愿意相信他，那台湾我们这个制度要怎么走得下去？这么努力的人，对对啊，才进来的人，结果你不相信他，对
对，不放手给他们做。对，所以他很愿意放权。他以前在北农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啊，嗯，对。可是他就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 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不是说什么都是我掌控。对对，像我就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我就很容易比较容易这个紧张。对，但是他每次都担心人家会做不好，这样对你又担心，然后就会下去啊，这个事情都要去关照他这样。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啊，但是 你比较紧张，你就管好他，你给我胖一点，你担心，你现在担心他就好了。对，他说每天都问他你吃饱没有。对啊，所以其实难怪就是像李四川副市长，是哦，他真的让人刮目相看的。哦，他非常优秀，真的，我觉得国家公务员有像他这样子的国家公务员，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非常开心。正派，正派，努力又专业，又专业，然后做事情又明快。对，哦，那真的是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难得的好人才。今天光宇邀请到了最大的大凤迷，跟光宇一样就是凤迷加分姐，然后没有想到呢，韩市长呢，哎，被加分姐呢邀请到了我们今天一起在夜光家族这一段这个直播里面，哎，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出去，好不好？今天我们要谢谢加分姐，然后大家请记得，谢谢，想要谈同调，凤飞飞最精选，对，大家要怀念，如果要想再回味凤姐的好声音。OK， 谢谢光宇，拜拜，谢谢大家，夏季国歌，对啊，好快啊，可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跟大家再说一下，对啊，对啊，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再回味凤姐的歌声，这个这么真的经过这么精细的鸦片，对啊，以现在的技术来做制作黑胶，能够让这个声音很原版的重现，原声的重现，凤声永流传，对，所以凤伴永流传，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们凤迷很大的福音。对，就是因为大家都期待说凤姐就是应该要复刻一张一张的复刻下去，我们真的很希望她可以。而且我在想，过去如果没有特别注意凤姐的歌声的人，我觉得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对再去了解。对，就你就当做是一张新的专辑。对 对啊，当做一张新的专辑。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光宇，我们再十指紧扣一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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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分姐，谢谢谢谢，好 OK， 结束。